Shin L.E. 钟铉自杀身亡，亲子发现地烧炭报案。南海男团 Shin L.E. 成员钟铉12月初才举办个人演唱会，但18日经传死讯。据韩媒报道，他在青潭洞家中被发现，旁边有煤炭。现韩媒证实他到院前死亡。据了解，此死约下午4点发现弟弟于家中自杀并报案。